由于娘娘出现胎位不正的脉症，我会用艾灸来帮你医理。只要以艾叶温烫左右尾指外侧的至阴穴，温通气血，能通十二经，走三阳，逐寒湿，暖子宫，止诸血，温中开郁，调经安胎。孙大人，我而家个胎点啊？娘娘嘅胎位经过神艾灸后，已经稍作回位。再落嚟要定时服用安胎药，不能操劳心烦，要静心养气，好等龙胎休养生息。本宫果然冇睇错人。娘娘，你好应该休息下，神先行告退。嗯。果然系绕梁三日，在下今晚唔单止大快朵颐，仲大饱耳福，真系多谢公公。哎，大人你客气啦，我哋一场相交，难得聚旧啊，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尽兴噶啦。我敬两位一杯。系系系。孙大人，呢个系上好嘅金丝端砚。是我家老爷托人在端州带回来的，至啱就给大人磨墨开方的了，望大人笑纳。无功不受禄，公公客气了。大人你怎会说无功劳呢？如妃娘娘因袭遍及六宫，老夫有幸当朝侍奉，如妃娘娘身怀六甲，得到大人你的照顾，那就是大人你的辛劳，是老夫的福分。是这份礼你怎么不应该啊？公公你实在太客气了。公公似乎对娘娘这一胎很关心。奴才命，主子有事奴才怎会不上心呢？你不是好像一体医院那里一些人那样胡言无躁，又話如妃呢一胎保唔住喎，其實佢哋個個都係想睇下皇上唔再寵幸娘娘啫。真，其實宮中嘅人並唔在乎邊個冷落邊個得寵，心諗只要風向捉得緊，識早著先機，只係上算咁解啫。啊，大人睇人睇事，果然有一套。好，攞出嚟。既然墨砚不啱大人使嘅，嗱咁呢啲上等嘅药材应该适合大人啦啩。老夫都知道大人你对宫中嘅事从来都唔会说长道短。既然大人你一心专注替娘娘调理身子，老夫就希望帮你一把。喺啲咩需要嘅药材，你要嘅即管攞。咁下官就唔客气，要呢几种。哎，大人果然系快人快语咧，干杯！多谢大人厚礼。呢个孙白杨啊，点都唔肯收下个金丝端砚，真系不识时务。睇嚟佢唔系老爷你个将喎。喺太医院里边，真真正正不识时务嗰个。是院判孙清华就真。唉，孙白杨既然今次肯嚟，咁就证明佢对老夫仲系有啲顾忌。况且佢啊已经俾咗个答案我啦。答案？唉，佢头先攞走嗰啲药材系阿胶、白术、党参、六角霜，呢啲全部都系安胎嘅药。咁即系佢哋想话俾我知，如妃所托嘅龙胎系安稳无疑，并非外间所传嘅咁。所以老爷早已肯定如妃娘娘嘅地位不变，
我哋以后就要继续防范佢啦，系咪啊？熟龄佢哋初初入宫，要向上爬嘅就一定要识得避重就轻，而想避得过嘅就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嘅对头人响边，免得吃力不讨好，得不偿失。做咩？咁多年啦，仲系唔惯，你知唔知点解啊？老爷。 喺你心里边，月大想真真正正做一个徐夫人，你当然要会介怀自己嘅丈夫系咩样。谁知道我从来冇讲过，当年我嘅妻房，应该搞清楚名分同实在呢个系两回事。夜宵唔使拎上嚟噶啦，去准备檀香木，点咗佢，等大人可以静心休息啊。唔使啦，你帮我准备肉盘啊，我想回入更衣，我仲要出去。系，你都饮咗啖解酒茶先啦。炊帮大人准备肉盘啦。系，小姐。阿香浮啊，你帮我准备。香烛同埋祭品啊嘛，敬意帮你准备好啦。 今日呢个日子，我知大人你系唔会忘记嘅。唔该。好小事啫，而家香浮出去叫人帮你备轿啊。 想隨時隨地喺北美睇到更多 TVB 台慶節目，記得要下載北美版 TVB Anywhere 藍色 App 啦！千祈唔好錯過熱播中嘅台慶劇《黑色月光》啦～